我是小梁老师，欢迎我们的小梁老师，欢迎你，欢迎。那今天和我们一起做手工的还有戴鹤小朋友和他的妈妈。大家好，我叫戴鹤，我今年六岁了，这位是我的妈妈。嗨，大家好，欢迎你们。哎，电视机前的小朋友们，今天这个手工作品是不是很有意思呢？一个非常可爱的眼罩，其实我觉得还很实用啊。对呀、你看平时小朋友们如果睡觉啊，周围比较亮的话，戴上眼罩的话，戴上眼罩，这样的话呢，可以挡一部分的光。对，还有小朋友玩游戏的时候，捉迷藏，对，也可以戴上它啊。好了，说了那么多，那赶快让我们在自己周围寻找一下今天做手工所需要的材料。
电视机前的小朋友们，快点准备好，和我们一起找材料吧。抓手工，找材料，我们一起找材料。找找找材料，找找找材料，东找找，西找找，我们材料找材料。我们需要准备的材料有：无纺布、松紧带和打孔器。好的，现在我们要开始做手工了，小朋友们赶快伸出你们的双手，一起说：食指拇指碰碰，食指中指并拢，做法简单简简，我的手指好灵活。好的，我们的手指都已经活动开了，小梁老师赶快教我们怎么做吧。第一步，我们拿出一张绿色的无纺布，在自己的脸上比一下大小，像老师这样，长度为自己的脸颊，宽度是自己的额头到鼻子，正好能盖住自己的眼睛。在上面做上标记，然后用剪刀把它给剪下来。好，剪好以后就是这样的。下面我们在剪好的无纺布上写上一个字母 B， 像小梁老师这样。画好以后，我们沿着字母 B 的外形把它给剪下来。好，剪好以后就是这个形状。哎，小朋友，你说这个英文字母的 B 还像什么呢？像轮胎。轮胎？几个轮胎？两个。两个轮胎真棒，如果一个轮胎那就麻烦了，我跟你说。对。这个车在路上开着就基本上七扭八歪，就很奇怪。但两个轮胎那是有一定的道理的啊。哎，我觉得还像葫芦，是不是啊？对。好的，让我们一起来制作。下面我们拿出蓝色的无纺布，在上面沿着绿色 B 字画一个大一点的字母 B。 然后用剪刀把它给剪下来。好，剪好以后就是这样。我们把两张无纺布给粘在一块儿，这里我请胶棒来帮忙。好，眼罩的外形已经做好了，让我们来看一下。哈哈，看看是不是很有意思呀。好，下面让我们来装饰一下眼罩吧。这里我给它做一只大大的眼睛，拿出一张白色的无纺布，这里我请胶带来帮忙，在上面笔直画一个圆，然后把它给剪下来。好，在这里小梁老师用这个透明胶笔着画了一个圆。电视机前的小朋友可以想一想啊，在你们的家中还有什么圆形的东西可以来帮助你们画圆呢？一元钱的硬币、瓶盖。哇，那么多种方法。还有存钱罐。还有什么？存钱罐。哦，存钱罐，哎呀，那是好，太大了。哎，其实说的都没错，当然了，具体用什么来帮助我们画圆，取决于你要画这个圆的大小。嗯，如果小一点的呢，哎，就可以用透明胶；如果大一点的，就可以说存钱罐，存钱罐是可以的啊。好，让我们一起来制作。好，剪好以后就是这样的。那么，代课小朋友，小亮老师问你，你的眼珠是什么颜色的呢？我的眼珠是黑色的。好，回答的非常的正确。下面我们拿出一张黑色的无纺布，在上面画一个比刚才小一点的圆形，然后把它给剪下来。剪好以后，我们把它粘在一块儿。好，大大的眼睛就已经做好了，看看是不是非常的大呢？好，这里面我还做了一只闭着的眼睛，还做了一张嘴巴，下面我们把它给粘上吧。
这里面我还剪了一些其他的形状。电视机前的小朋友，你知道这是什么形状吗？三角形。哎，回答得非常正确。我们把三角形也来装饰眼罩，我们把它粘在眼罩的这个位置。小梁老师，怎么才能戴在我们的脸上呢？好，这个问题问得好。那么戴鹤小朋友，你知道小梁老师手里拿的是什么吗？这个是松紧带。回答得非常的正确。我们拿出打孔机，在眼罩的两侧打上两个小孔，像小梁老师这样。同样，这一侧也打上一个小孔。打好孔以后，我们把松紧带系在两个孔上。小朋友在做的时候，松紧带的长度我们可以比着自己的头啊来比一比，找到合适的长度哦。松紧带已经系好了，让我们把它戴在头上试一试吧。嗨，我的已经做好了，你们的呢？我们也做好了，来看一下吧。哎，首先看我这个，噔噔噔，小朋友们知道我做的是什么吗？其实啊，我做的是黄颜色的大熊猫。黄颜色的大熊猫，对，非常有想象力，对不对？你是满足了大熊猫的愿望吗？对，他一直想拍一张彩色的照片。对，我就满足他这个愿望。对了，哎，你做的是什么呢？哇，是我觉得眼睛嘛，应该大大的、圆圆的，好看。跟我的衣服也很搭配，是不是？这个小女生戴的这个眼罩非常的搭配啊，红萌萌，以后在坐飞机或者是在比较亮的地方想休息的时候都可以用到它了。对，嗯，特别好。小朋友，小朋友走，你做的是什么？我叫戴鹤。哦，戴鹤，上面写着自己的名字啊。哎，有时候小朋友戴上眼罩就认不出来是谁了，写上自己的名字，哎，这不是戴鹤吗？是不是？红萌萌，你这个也太可爱了啊。好的，其实我们在生活当中有很多这样的物品啊，都给我们的生活增添了很多的色彩和乐趣。是的，那我们的好朋友木木有没有学会呢？哎，让我们一起来看一看。一起来看一看。哇哦，木木也学会了，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吧。笔记簿，根据自己脸的大小，在无纺布上标出眼罩的大小。第二步，在绿色无纺布上写字母 B， 并剪下来。再用蓝色的无纺布剪出一个更大的字母 B， 并将它们粘在一起。第三步，把剪好的眼睛、三角形等粘在眼罩上，装饰眼罩。第四步，在眼罩两边打上小孔，并把松紧带系在两边，这样一个好玩搞怪的眼罩就做好了。谢谢我们的小梁老师，谢谢。最后让我们大家一起说出我们的口号，一起说：食指拇指碰碰，食指中指并拢，做把剪刀剪剪，我的手指好灵活。小朋友们，再见。再见。在下周一的巧巧手中，我们要做钓鱼玩具，我们需要准备的材料有易拉罐、彩色卡纸、即时贴、彩绳、小木棍和吸管。我要挑战！欢迎来挑战，小朋友们，大家好！你现在收看到的是智慧树的暑期特别节目《我要挑战》。是的，暑假期间每周一到周四都将与你见面。是的，在节目当中每期呢都会有两个小朋友参与我们的挑战，获胜的小朋友啊才可以向我或者红果果发起挑战哦。好的，那接下来看一下我们的游戏规则。两位小选手参加第一关比赛，获胜的小选手与红果果绿泡泡进行挑战赛，挑战成功获得智慧树奖牌。嘿，获
获胜的小朋友呢，将获得由我们智慧树送出的智慧奖牌。小朋友们一定要加油了。好的，了解完了比赛规则，让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今天的两位小选手。小选手文熙恒，小名静静，今年六岁。我的挑战宣言是我闯关我胜利耶。小选手吴景航，小名航航，今年六岁。我的挑战宣言是我运动我快乐，今天我最棒耶。第一关拼图，玩拼图难不倒，宝宝动手又动脑，上拼拼下拼拼，看谁拼得快又好，快又好。游戏规则：最快完成拼图的小选手获胜。好，两位小朋友准备好了吗？准备好了，准备好了。好，好，预备，开始。好，加油，加油！现在要抓紧时间。加油，加油，加油！我们看到现在好像属于领先的呢，是我们的静静小朋友啊。哎，我们的航航小朋友速度很快啊，人都赶上了，后来追上啊，而且呢，拼的还不错。好，加油加油！嘿，航航可以啊。加油加油！再力气想一想啊，对对，这儿有一个方向。掉了一个啊！哇，胜利在望。对，真的是很激烈啊！啊，快快快快！加油加油！耶！好，我们的航航小朋友率先完成任务。哇，恭喜航航！获得胜利！耶！耶！当然，我们的静静表现呢也是很不错的。所以说，我们也有大礼包送给你，高兴吗？继续加油啊！好的，那接下来我们要问一问这一轮的获胜者，就是我们的航航。航航小朋友，你打算挑战谁呢？苹果。小朋友，挑战什么呢？嗯，大苹果。大苹果。哦，吃大苹果是吧？搭苹果。搭苹果。哦，把苹果搭起来。哎呀，不是很简单吗？对呀，没问题啊。那我们一起为自己加油好不好？来喊三声加油，一二三，加油，加油，加油！现在双方选手已经准备好了，我们的游戏规则是这样的啊，两个人呢都要来落四个苹果，当然了要让他们稳定住啊，三秒钟啊，谁先完成任务谁就获胜了。加油，预备，加油，开始。四个啊，慢点慢点，苹果对于大家来说应该都能完成，但是四个，如果四个不能完成的话，可能下面的某一个苹果啊出了一些问题啊，小朋友整个翻倒重来了。好，苹果都快完成了，小朋友也加油。果果，来，我们来倒数一下。哎呀！继续继续，没事。好，手拿开，红果果手拿开。三。站起来，我们看到，我怎么是你？哇，选手啊，李航，我这不是一般的手啊！来，来，刚才表现的也很棒，所以呢，同样啊，有一份精美的礼物送给你，好，拿着吧。太棒了！
好的，电视机前的小朋友们，如果你也有非凡的才能，欢迎你前来向我们挑战。是的，那最后让我们一起喊出我们的口号，一起说，欢迎来挑战。小朋友们大家好，我是你们的好朋友绿泡泡。咕噜咕噜大家好，我是小咕咚。铃铃铃，我是你们的朋友，我叫铃铃，我能接电话看视频聊作品看微博，你们一定要记住我。哎，铃铃，现在赶快告诉我们今天是哪位小朋友给我们写来了信吧。我从小就看智慧树，最喜欢智慧树了。我喜欢主持人红果果，嘿嘿，好想亲亲他。这是我小时候的照片，是不是很可爱呢？我喜欢躺在光头爸爸的怀里睡觉，因为我很爱他。这位漂亮的姐姐就是我的妈妈，她去哪儿我都喜欢跟着。我想参加智慧树，跟红果果一起做好吃的。咕噜咕噜，好棒啊，好棒啊！嗯，哎，电视机前的小朋友们，在今天的巧巧手里，我们又和大家一起做了一件很棒的手工作品，有没有和我们一起来做呢？请把你的手工作品拍成照片寄给我们，凡是来信的小朋友都有机会获得我们送出的精美礼物。电视机前的小朋友们，不要再犹豫了，赶快行动起来吧！咕噜咕噜，知道怎么联系我们吗？和我们一起拍起来吧！发条微博和我一起分享吧，艾特我；传张照片和我一起分享吧，艾特我；拍段视频画张图画寄给我，寄信地址一定要记牢，要记牢哦。北京市幺零零三八信箱，第二个信箱。智慧树栏目不动手，手感不动手。邮政编码是幺零零零三八啦啦啦，小朋友们快点来信吧，快点来信吧。小朋友们，再见。小朋友们，红果果大魔术师太厉害了，他用一支普普通通的口红就变出了一个神奇的魔术。你们想知道他变的是什么魔术吗？关注明天的智慧树，精彩尽在其中。绿泡泡绿泡泡绿绿绿，再见吧，再见吧，再见吧。